这个是最新款的 Jazz Bieber Voice， 有 Voice function 的。然后这个安装还是需要两条线，一条 power 插头，然后另外一条是 HDMI 插电视机，然后开机就显示这样子的画面了。OK， 然后开了机过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去 setting。接 WiFi，setting 这里啊，选那个 WiFi 的名字，不要接 5G 啊，接 2G 就好。然后这里就打上你的 WiFi 的密码，打上 WiFi 密码，连接好那个 WiFi 咯。啊，或者是如果你有 modem 在隔壁是吗？你要插 LAN cable 也是可以。也不是不能，插 LAN cable 也是可以。然后 OK，然后我们就来到下一个 skip，OK，然后过后就开始去连接蓝牙，去 setting，找到这个蓝牙，Bluetooth，OK，然后来这边按这个，一起按着，OK，直到它这样子闪一闪。OK，然后就 Pair New Device，选择这个 JP Voice Remote。OK，然后连接了过后，OK，然后就去这个其他，然后去这个应用，清设这个 Apps，然后去到这个 Folder Update，Check Version，Make sure 是最 latest 的 version 啊，一定 update。OK，然后。update 了过后，你按这个 Control Panel，啊，你会看到它这边的按 default，它这里的 tuning 是14、11、13、80这样子的啊。OK，然后就到 OK，然后现在我就讲点歌，点歌的部分呢，你可以来这个字母点歌排行榜，歌手歌曲都可以啦。啊，字母点歌，OK，这里是按歌曲或者按歌手咯。比如讲按歌曲，我要找一首张学友的《吻别》，我就打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吻别》，OK，然后这里就可以把那个加进 playlist，你可以加进 playlist。当然，找歌手也是可以啦，找歌手，比如讲要找周杰伦，就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周杰伦，OK，这里就可以点歌，把歌加进去，OK。哦，OK，当然要直接唱也是可以啦啊。OK，还有这个文，OK，我再试一个东西，就是语音，语音的方向是这个按这个，按这一秒过后才讲话，讲完话才放手。吻别，吻别就跳出来了，啊，你就可以把这个加进 playlist，或者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就可以直接点哦。啊，还有是刘德华，歌手也是可以，刘德华跳出来，点了啊，这个新歌登场，就加进去，吻别。OK，然后这里要直接唱的话，就选择这个麦克风好了，直接唱哦。然后在 remote control 这边呢，是可以控制那个 music 的大小声、麦的大小声，还有调这个是按原唱伴唱。然后这里可以调那个 music 的 key，然后 control panel 是拿来调那种麦克风的那种 echo 咯。然后还可以调那个 treble，调 bass，调 echo，然后你要还有按这个 list，这个 list 是 for 好像你要切歌，好像要把这首歌登场跳上去先，啊，这个清点跳上去先，然后这个首歌我不要洗掉，这个就得插位，插那个位，OK，原唱伴唱好一句呢。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然后这个麦克风是 rechargeable 的，Type C cable 充电，按99就开电了。OK，
如果没有这边显示电量啊，如果没有电量哦，就用 Type-C 给它充电。切，我就会爱你爱得更谎言，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OK， 然后来到这边也是可以一边唱一边点，你可以来到点歌这边一边唱一边点，这边也是可以继续找的，比如讲要找周杰伦，就一边唱一边点啊，也没有问题哦。啊，一边唱一边用语音也是可以。甜蜜蜜，啊，邓丽君甜蜜蜜要跳出来，可以加进 playlist 先，然后等下下一首歌接着去唱。嗯 ，OK，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把那个歌加进喜爱。像礼貌三，对，好像这首歌啊，这首歌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加进这个 love 里面了，就是以后你不用再找歌了，你可以加进这个 love 里面啊，像这个收藏一二三四，就是可以分别为四个人哦，啊，加进 love， OK， 这样子的话，好像你要找回那个喜爱的歌，你就去上面这个 love 这边。收藏一，加入喜爱以后不用一直找歌。OK，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 for 这个，还有一个 function 就是 audio output。这 audio output 呢是可以 output 去那种 amplifier 啊，那种 active 的 bookshelf speaker 全部没有问题。然后你插 link cable 也可以 ，connect wifi 也可以了。做个示范啊。就插 AUX， 然后另外一头就插进那种喇叭的 input 啊。现在我配的呢是这个 bookshelf 喇叭两粒，然后还有加一粒 subwoofer 啊。audio output 出去了，它的那个麦的声音也是会出来去的，不只是声音而已。OK， 现在是没有加喇叭。是有加喇叭，如果没有加喇叭，啊，现在只是一个 Just People 出声音。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再加喇叭，记忆开。你要我说的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 OK， 大致上使用方面、安装方面、介绍方面都说完了，拜拜。